趴在地板上做背部肌肉的强化运动，在肚子下面垫枕头，毛巾卷起来垫在额头下面，双臂请往头部上方伸长，维持5秒钟，然后放下来，再竖起大拇指抬起来，维持5秒钟，放下来，双臂抬到肩膀高度，维持5秒钟，放下来，再重复7次，抬起双臂，维持5秒钟，放下来，再抬起来，维持5秒钟，请放下来，再抬起来，请放下来，抬起来，维持5秒钟，放下来，再抬起来，维持5秒钟，请慢慢的放下，再2次，维持5秒钟，维持姿势，最后1次，每天重复，请持续做12个星期。在身体下面垫枕头，趴在地板上，双臂往左右伸出去，将双臂举到肩膀高度，姿势维持5秒钟，然后回到准备姿势，抬起头，举起双臂，放下来，举起来，请用力将2片肩胛骨往背部下方集中，请举起双臂朝向天花板，维持5秒钟，放下来，再举起来，维持5秒钟，放下来，再重复5次，维持5秒钟，回到准备姿势，举起来，请集中肩胛骨，放下来，举起来，维持，回到准备姿势，举起来，维持，放下来，最后1次，每天重复，持续做12个星期。在肚子下垫枕头，毛巾卷起来垫在额头下，趴在地上，请将双臂往头部上方伸直，竖起大拇指，举起互相交叉的手臂与腿，维持5秒钟，放下来，举起另一边互相交叉的手臂与腿，膝盖与手肘请伸直，放下来，举起来，骨盆一定要紧贴住地板，请放下来，举起另一边互相交叉的手臂与腿，维持5秒钟，放下来，举起来，维持5秒钟，请放下来，另一边互相交叉的举起来，请放下来，再重复2次，维持5秒钟，请放下来，另一边互相交叉的举起来，请放下来，最后1次，左右重复，维持5秒钟，请放下来，另一边举起来，每天左右轮流各做10次，请持续做12个星期。在身体下面垫枕头，趴在地上，请举起双臂绕到头部后面，肚子用力提起上半身，维持5秒钟，回到准备姿势，
抬起手肘，用力将两片肩胛骨往中间集中，放下来，将头抬离开地面，维持五秒钟，放下来，举起来，维持五秒钟，放下来，举起来，维持五秒钟，放下来，再重复五次，维持五秒钟，放下来，举起来，维持五秒钟，慢慢的放掉力量，回到准备姿势，再举起来，放下来，举起来，放下来，最后一次，举起来。每天重复，请持续做12个星期。